Hi, my name is Kai Wan。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格式的需求，像是影片转影片，可能是 AVI 这种比较不主流的格式，那你想要把它转换成 MP4 之类的，影片转影片，影片转音档呢，就是你影片不想要，你只想要保留音档的部分，有点像是在听 podcast 的感觉啦。影片转音档，那还有另外一种是音档转音档，可能你下载一个奇怪的音档。你的播放软体不支援，那你可以轻松的转换成 MP3。